我这三个哥哥可都是战神，敢和他们比一比吗？下次我们再遇到，你能用你那无能的步枪打得过我们，我们就各走各的路，再不相见。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答应你。天成，傻丫头，你相信我吗？嗯，我相信你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是时候了，傻丫头，我们走。嗯，天成加油。这个名字，天成，是悠悠。悠悠，我们终于还是要见面了。今天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